就让我这样跟着心走，走着走着，说不定就到达彼岸了。你看我们俩在法国一年，朋友之间相处得非常好。嗯，回国之后你也帮了我许多，谢谢你。你当我是傻子呀？你这个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啊！不想跟我谈情说爱，恐怕办不到。上班啊？不上班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小姨看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，给你包了点饺子，还热着呢，你看。小姨，我不吃，吃不下。那等会儿再吃吧。我看了，这地方啊挺清静的，没人打扰你，你正好静下心来好好搞创作。创作？我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吐。秋风啊，小姨知道你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，可是既然来了就不要闹情绪。有句话叫事在人为，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。事业？事业离我也太遥远了。人的一生啊，哪能不经历些沟沟坎坎的。你要放宽心，要学会释然，不然你说活得多累啊。小姨知道你从小啊就胸怀大志，眼下的工作啊是不满意，你就把它当成对你的磨砺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秋风啊，你还年轻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还是那句话，所有人都这么劝我，可我就是迈不过去那道坎儿。这地下室挺潮湿的，时间久了你这关节受不了。来，小姨啊给你带了一床狗皮褥子，这是你爸以前下乡的时候用粮票跟老乡换的，我一直没舍得扔，今天啊正好派上用场。哦对了，你姐的身子啊越来越沉了，来回不方便，往后啊，洗衣服、换洗床单、被褥，小姨都会过来，这样也能经常看到你。你想吃什么，多跟小姨说，小姨给你做。秋风，最近情绪好点了吗？摊上这么大的事儿，得需要点时间吧，相信他能闯过这一关。露西教授给我来电话了，说他的那间画廊办的画展，就是那个先锋艺术展，还要继续展下去。秋风画的那组漫画啊，获得了不少的好评呢。你看，这本画册，就算是对他最好的鼓励了。全是洋文，在中间。哎，秋风画的可是真不错。对呀。很有灵气的，这孩子呀，只要路不走偏了，将来必成大器，成就肯定不在莫非兄之下。真的呀？那你在绘画方面还要多多帮他呀。我肯定会帮他的，莫非兄嘱咐过了，我就一定会把秋风当成自己的孩子，不管他对我再有什么样的误解，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帮他。他从小到大都排斥你，不肯接受你的帮助。你说这孩子，他不会永远都这样吧？谁知道呢？人的压力是需要释放的，可秋风呢，把压力都憋在心里。他再这么偏执下去，我真担心
他会憋出病来。哎，这两天你让秋云多去找找他呀，他们姐俩感情好，有个人陪他说说话也是一种排解吧。秋云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生了，身体越来越不方便，也去不了几次，还是我去找他吧。我看秋风啊，最近情绪好一些。那好，那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。好。你去看看去吧。秋云呢？他说他肚子疼。怎么了啊？秋风打电话，好好好，谢谢你，别忘了啊。好，哎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是不是要生了吧，秋云？哎，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关门了啊。去你那边啊，再慢点，别着急。是不是慢点啊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要是生了，给咱院子又添一口人，就是嘛，秋云，能添个娃多好的啊。对呀。小爷，秋风，你来了。我姐怎么样了？羊水破了。有危险吗？找医生正在会诊。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呢吗？谁是秋云的家属？我是医生。刚才这位产妇出现难产大出血，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手术。啊？这手术过程当中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，必须征求你们家属的意见，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？大人孩子都要保。哎，这些意外只能有一个选择，告诉我，保大人还是孩子？保大人啊。姐，哎呀，你妈呀，哎，家长在这儿说话呀。要不保孩子吧。马大仙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有权利决定我姐的生死吧？那我儿子那也要命，咱万一是个儿子了那个。大夫，听我的，保大人。不行，我说的，保儿子。你他妈是人吗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问你呢？这是医院知道吗？吵什么呀？听见没有？这是医院。大夫，听我的话，赶紧保大人吧。你是？我是产妇的母亲，我有权做决定。不行，大夫，我是他男人，我要保儿子。马大全，你闭嘴！你有什么权利决定秋云的生死？秋风说的没错。你没这个资格。我怎么就没资格？你们讲不讲理啊？里面生孩子的那是我媳妇儿，生出来那也是我儿子，我倒没这个资格了。我快去签字吧。哎，不行，我在这儿呢。这位先生，你也跟我来一下吧。我来一下。去，没事没事，别着急啊。哎。这事儿你们得赶紧决定，产妇的命要紧，我们得赶紧手术了。大夫，我说了要保大人。你又哭什么呢？在生的事呢。那我哭的是我儿子呀，这还没生呢，这就让人给害死了。这我不是说如果吗？没什么如果，我要我儿子。马大贤，就秋云的命要紧啊。那我儿子命就不要紧了？那个你别瞎闹了行不行啊？秋云等着抢救呢，你知道吗？大夫赶紧签字吧。你同意吗？我不同意，我一同意我儿子没了。再不签就来不及了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赶紧吧，大夫。要不这样吧，出了事情，我来负责。你等，你负什么责呀？你负了我儿子的责吗？你给我，不行，你不能签这字，你。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
也不知道都怎么样了。这要是大人和孩子都没事就好了啊。小月，我姐什么情况了？我签完字了，医生会尽力的。怎么样了？俺把字签了，这不是要断咱老马的后呢吗？这不是。没事没事，放心啊。没事，放心。是个女孩，6斤半。好，赶紧送到保温箱里。这是个什么？哎，大人孩子都保住了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医生。哎呀，好了，太好了，平安就好。好了，把心放肚子里。我们是，那个孩子身体很虚弱，已经被送进保温箱了。那我们能去看看吗？你们只能在外面看，不能进去。护士，我问你一下，我那儿子怎么样啊？是个女儿。跟我来。你又怎么了？这费这么半天劲，感觉生丫头片子。哎呦！妈在那儿呢。秋风，你看，这孩子长得多好呀。可不是吗？你姐为了生这个孩子，可是没少受罪。小爷，你看那小腿一蹬一蹬。你们生下来的时候，也就这么一点大，看看现在，不知不觉都长那么大了。体温正常，注意别着凉了。小爷，哎，别起来，快躺着。秋风呢？封建呗，说女人生孩子，她进来不方便。小爷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去看过了，挺好的。真的？有一看你，别哭呀。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哭，对眼睛不好。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跟孩子都好好的。刚才医生让我签字的时候啊，真的吓死我了。我现在就想见见孩子。别急，别急，等你好点了再见孩子。听话。不是说了吗？坐月子的时候不能掉眼泪。孩子顺顺利利生下来，你也健健康康的。小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马大强还在外面等着呢。我不想见他。同桌，同桌。
拿着。怎么样，这是？拿着呀，这你挣的。什么我挣的？货都没销出去，拿走拿走。就我这能力，这不分分钟把货给销完了。把钱拿着啊，赶紧去。拿着，拿着钱换个地方住啊。那臭水沟子边上哪是人住的地儿？瞧不起我？哎，你最近有陈雅消息没？前两天见着了，这两天又消失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就守着广东，我就守着广东的画廊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能消失了？没准陈想那小子吊着你玩呢。他要是自个儿溜了，把你耗在广州，你怎么办？不可能。陈想我了解，他急于把画出手。他没出手的时候，是不可能消失的。你看他吃的多带劲儿啊！哎呦，小姨，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我看这孩子啊，挺大个儿的，这起名字啊，得反着起，这样好养活。就叫小小。小小。小小好听，就叫小小。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小小。小叶，小小长得像我吗？像，跟你小时候啊一模一样。真的？你妈生你的时候啊，我还在剧院的学员班。哎，我一有空就跑回来抱你。哎，小叶，哦，不哭不哭不哭。来来来，我来抱，别哭。小姨抱抱，小姨抱抱喽。怎么了这是？没事儿，吃饱了想睡了呗，是吧？我们要睡觉了。哦，这孩子怎么样才能养大呀？哎呀，你不用愁，孩子啊，只要生下来，他见风就长。真的。你看笑了。是。刘成，该睡觉了，宝宝要接走了。好，来，小心点哦。来，秋云，喝点鸡汤。你怎么又哭了呀？小姨，我太没用了，我已经开始像小小了。等你出院了，让你天天看着小小。来，快喝鸡汤。自己来。对了，小姨，秋风呢？秋风回文化馆了，他回去晚了，大门关了。叫他回家来住吧。我跟他说了不止一次了。现在就我一个人，家里有的是空地方，可是他呀，就是不肯。你说他也真是的，苏叔叔不是都给他找好了美术馆吗？这是干嘛呀？干嘛非要去基层的文化馆呢？留校的事黄了，他是嫌你苏叔叔啊不够尽心，心里啊憋着气呢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他不回就不回吧，我经常去看看他就行了。操心，看你说的，小姨不操心，还让别人操心呀？对了，小姨，出院以后，我想回家去住，行吗？当然行了，正好学校快放假了，我好好给你坐月子，你想吃什么，尽管跟小姨说。真香，小心烫。哎，对了，这个马大侠怎么那么久都没来看你啊？他不来才好呢，来了我还腻呢。是不是因为你生了女儿，他不高兴了？女儿是我自己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刘成，这是住院清单，明天办理出院手续。
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孩子接回来了。好。秋云，你慢点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慢点。几斤啊？六斤半。六斤半呢？哎呦，我们快点上来，我们先进去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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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养着，哎，好好养啊！哎呦，真好，生个女孩好，长得特别好，女孩好，小棉花好。我这熬鸡汤呢，马上就好了，一会儿给人倒落去啊。不去，我还给他炖鸡汤呢。嘿，你说你这个人。人家住院一礼拜，你去看都没看过。这回来了，你总得去看一眼吧。他连个儿子都没给我生出来，我还看他去？你混蛋！那生孩子的事儿是男是女，谁说得准啊？那怎么了？我这不是想给老马家传宗接个代吗？那他倒好，这不让老马家断子绝孙了吗？这不？就我说，就你这好男人，难怪你不招待见呢。生女孩怎么了？我不就生了点点一个闺女？你姐夫说过什么呀？你姐夫也没嫌弃过我呀！我告诉你，就这点，姐夫比你强100倍。你这嘛呢？我说生儿子的事儿了，你这夸我姐夫干嘛呀？哎，行行行，别啰嗦了啊！一会儿给人把鸡汤端过去，喝了鸡汤才能下奶呢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，我这困着呢，睡觉。你混蛋你！哦，小小，哎呦，你看这孩子眉眼秀气。知道在医院的时候呀，医生出来问我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，哎呀，可吓死我了！幸亏手术及时，孩子大人没事就好。不过秋云得好好调养调养，把前段时间亏了的气血补回来。那还用你说？我能不给秋云好好调养吗？呵，端起当外婆的架子来了。那是，瞧你美的。哎呦，小小好乖呀啊！哦，我还熬着鱼汤呢，我去看看。哦，小小乖哦，乖，小小真乖。哎，秋云，来来来，来抱着孩子，我去帮帮秋红。好啊。行。秋红，秋云出院回家，怎么没见马大侠啊？就别提他了。为什么？秋云难产，要做手术。医生说问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，你猜他怎么说啊？他说要保他儿子，真不是东西啊！哎，我当时气坏了，什么也没管就签了字，这才做的手术。你猜他怎么骂我？他骂我杀了他儿子，这男人也太恶心了。还有更恶心的呢，秋云生了女儿，住院一星期，他一次也没来看过。叫我看，秋云就别回去了，等孩子大了。就跟他离了，嫁给这种男人就是活受罪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秋红，师兄和你说的那事儿，你真不考虑了？你是说联合演出的事儿？还能有啥事儿啊？你们演吧，我演不了。为什么演不了？我跟师兄就看了一出戏，马国兰就闹出那么大动静来。要是一起排练的话。指不定闹成什么样呢，我可不想挨骂。你管他呢，我能不管吗？你都看见了，这马桂兰闹起来，那可是不管不顾的。我不想因为一出戏闹得鸡飞狗跳，闲话满天飞，何必呢？看来你是真让他给拿住了。
你没处在我这位置，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感受。你就跟你家刘科说，我演不了，让他另外找人吧。哎，这鱼汤是不是快好了？看看。秋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孩子呀。出去。啊？出去。哎，秋云，你听我说，我来看看闺女，你就别生气。啊？我出去。我看看姑娘。王大侠，小姨，你怎么不长记性啊？不是不让你叫我小姨吗？小姨，您看看，您这孙女都抱上了，您就看在我闺女的份上，您消消气儿。现在知道有闺女了，秋云生下孩子那几天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那不赌气呢吗？你赌什么气啊？那我是想要个儿子，那谁知道秋云给我生个丫头片子呀？这话你也说得出来？秋云是死是活你不管，她坐月子你也不管，你现在知道有闺女了，现在知道当爹了。哎呦，小姨，你不许叫小姨，赶紧出去。哎，小姨，我去看看。你出去。咱不生气啊，我姐说了，那个这产妇不能生气，一生气奶就给气回去了。我就看一眼闺女，小兰姐好吗？哎，你来干嘛？不走。哎，出去。哎，不是，我再看看。出去！你要是再敢来，我就把你打出去。不哭不哭。扫眉打眼的回来了吧？嗯，让人给轰了。哼，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。你说人秋云生个闺女，看你那脸掉的，给你熬了鸡汤，做了小衣服，你都不知道给人送过去，感觉生个闺女跟你没关系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想要了，早干嘛去了你？我现在不是想认这孩子吗？你还有没有点男人样啊你？我跟你说，女人在这时候啊，最要的就是哄。你这么做，你把人秋云的心都伤透了。想要孩子，你也得有个补救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把鸡汤拿着，把小衣服拿着，有个诚诚恳恳道歉的样子，就这么空着爪就过去了，等着让人往外轰你呢，活该你。行，我去给秋云熬粥。不是说不认孩子吗？熬什么粥啊？现在不是又想认了吗？眼睛的信，你看看。你抽空呢，也去看看孩子，他也想家。你真同意我去啊？嗯。你去了不也放心吗？行，那我明天就去。哎呀，我这一走是不是就给别人腾地儿了呀？哎，行行，开玩笑的啊。来，你看干什么呀？爷，小小屁股上面不知道怎么红红的啊！小孩子红屁股啊，很正常的。哎，我买了痱子粉，每次洗完给他铺上就没事了。还是你懂，秋山可是我带大的。嗯，是手指呢。嗯，小爷，今天马大小这么一闹，我也想好了，我要跟他离婚。你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。生了小小以后，我变得特别平静。我都是有女儿的人了，没时间跟她那么耗着。过段时间，我就去跟她把手续办了。
你跟马大贤结婚呀，这一步就走错了。你看你们结婚以后，他喝酒赌博的毛病哪样改了？离就离吧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不能把时间耽误在一个无赖身上。离了婚以后，我想租个房子，小爷，麻烦你帮我打听打听。租什么房子啊？家里不是有地方吗？住家里就行了。家里面秋风还得回来住呢。秋风现在不是住文化馆吗？说起秋风，我还挺惦记他的。他现在怎么样了呀？秋风这孩子实在是太拧了。我去看他，想着他工作安顿好了，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。可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群众文化馆这种地方跟梦想不沾边。我看他是心灰意冷了。秋云啊，你见到秋风得劝劝他，让他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。都让你操心了。嗯，干嘛呢？秋风，我给你分析一下吧。你这幅画色调很明亮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现在的性情已经有了变化了。看出来了。那必须的嘛。秋风，你嘴上说你心灰意冷，但其实你这个性是热的啊！我通过这个画我就感觉出来了。是吗？啊，苏老师不是讲过的吗？啊，花花的人，性精则精，性沉则沉。你还没得原谅苏老师啊？我现在无所谓了都。你是不晓得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听戏里面老师讲啊，苏老师为了你留校的事情，跟陈子薇闹得不可开交的。这事儿我早就不关心了。那这样子吧，你找时间，我陪你去看苏老师，行了吧？不必了，还不行啊你！干什么呀？小黄，你来了。哎，看我买了什么？桂圆，红枣。哎呦，你想的可真周到，快进屋吧。哎哎哎，秋云坐月子呢，不方便。我就不进去了。我问你，秋风最近回来了吗？经常回来，像个做舅舅的。哎，我去文化馆找过他，老不在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要是转不过弯来，你就别去找他了。秋风的脾气我知道，别搞得你啊下不了台。哎，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我受得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顺便要告诉你，小婉啊换工作了。他不再事务干了。哎，他这几年不是一直在读夜大吗？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，这孩子就喜欢这个。这不刚一毕业就被一个民营企业给聘去了，一个月的工资比我还高呢。真的？哎，哎呦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看，刚上班一个月不到就开始设计那个小童装了。小婉这孩子啊，有出息。是是是，这孩子本来就是想报考美院的，高考复习的时候就来我这儿了。结果就差十几分没考上，也不愿意回老家，所以开了书屋嘛。他要是回老家了，不就没秋山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也对啊。师兄，哎，去干嘛呀？这不，我钓鱼去。放假你也不好好休息，迷上钓鱼了。哎，你可不知道，钓鱼啊是个特好的运动，让人啊平心静气。秋云和孩子呢？挺好的。行，你等着我啊，我钓完鱼给秋云熬汤喝。好，走了。哎，小姨，小姨。我求求您了，让我见见孩子吧。你不是见了吗？是啊，那毕竟是我的孩子，我想把孩子呀跟秋云都接回我家住去，行吗？别跟我说这些。哎，小姨，
秋云，早餐买回来了，给孩子喂完奶，你就吃早餐吧。辛苦你了。哎呦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好像我不是小小的外婆一样，是吧，小小？哎呦，你看，真是有苗不抽长，这小小又长大好多。嗯，可不是嘛，咱们现在都八斤重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这段时间真是谢谢你帮我带孩子。说的什么话呀？哦，对了，下个月的保姆钱我已经给刘嫂了。我有。你那点钱哪够呀？等休完产假，你还得回去上班。幸亏刘嫂有空，能帮我们搭把手。嗯，小叶，小小的大名我已经想好了。嗯，就叫邱小小。随我们家姓啊。嗯。马大贤儿，他能同意吗？他同不同意能怎么的？小小是我女儿。秋云，小爷。这大清早的，你干什么呀？小爷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想啊，接他们娘俩回家。不行，你赶紧。我不起来。秋云，我错了啊！我这人是混蛋。小姨，你们别跟我一般见识，不就完了吗？回家的事儿回头再说，你先起来啊。赶紧起来。那以后再说。那秋云，我今儿抱一下我闺女行吗？不行。我就抱一下。不行。秋云，你先回去吧。秋云在坐月子呢，你就别添乱了。那不行。秋云，你总不能让咱闺女不认我这亲爹吧？啊，我都这把岁数了，我好不容易有个孩子，你不能这么绝啊！你行，你不走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秋月，你不能下去。我走，我走，他不能下去，听话啊！你别生气啊，秋月，你赶紧走啊！你啊。行，我走。别生气啊，坐月子不能生气啊。听话。行了，别捣鼓了，吃饭吧。吃不下去。哎呀，你看你过的什么日子？这孩子都一岁了，就在娘家住着不回来啊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真是，这婚也结了。娃也生了，愣锅愣灶的，过着单身汉的生活。行了，姐，我这心里烦着，你就别叨叨了。我每天这么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，我说说还不行啊？你怎么岁数越大，这嘴里越碎了呢？我看啊，秋云是拉着架势不想跟你过了。不过他说了也不算。干嘛？跟他那么耗着？我得把他跟孩子接回来。哎呦，把你说的你能的，哎呦，你试过了吗？行吗你？哪回不像个娘娘一样端着架子呀？你见都见不着。你要说以前的秋云呢，还有可能；现在的秋云跟木老虎一样，后边又有他小姨撑着，还不可着劲儿的跟你折腾呀？还给接过来？我看，要不行就算了。算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哎，不是，那我这图什么呢？我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！啊，姐，你想想，我把他娶过门来，我多不容易啊！我生个孩子，他不让我认他，那我这最后再跟他离了，我这麻的，我这玩呢。姐，要不这样，你要真看我也难受啊，你就去找秋红，再去帮我说说去，反正那秋云也听得小姨的。
飞吧，蒲公英。